沙特阿拉伯在星期二宣布34个国家组成了一个新的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沙特副王储兼国防大臣萨勒曼在记者会上说，反恐军事联盟并非专门针对某个恐怖组织。萨勒曼说，今日有部分国家例如叙利亚、伊拉克、埃及、也门、利比亚、马里、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等正在受到恐怖主义之害，因此需要作出巨大努力同他们战斗。他说对于这些努力必须要进行协调。萨勒曼说，这个联盟将会包括在利雅得设立一个行动中心，负责协调军事行动。联盟成员国包括约旦、巴林、土耳其和阿联酋，这四个国家都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特尼斯、黎巴嫩、利比亚和埃及等中东国家亦加入这个联盟。联盟成员国还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马来西亚，以及苏丹、索马里、马里和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